Ni hao. Welcome, everyone. My name is Kevin Fitzsimmons, and I'm the chair of the F3 team and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for F3, A Perspective from China, which is the eighth in our series of monthly F3 webinars on the latest advances in aquaculture feed ingredients to replace fish meal and fish oil. As we all know, wild-caught forage fish are a declining resource, and replacements are needed to future-proof aquaculture to feed a growing world population. Our webinars feature the latest in alternative ingredient innovation. I typically host the F3 webinars, but this month we are switching things up and inviting Fish First to host. Fish First is currently the most influential professional aquatic magazine in China, and we are thankful to have them host our session, F3, A Perspective from China. Please note that this session will be hosted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subtitles.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PowerPoint slides are available now on our website. English speakers may submit questions via the Q&A box at the bottom of your screen, and they will be addressed during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And translations will be available after the webinar. With that, I will hand it over to Dan Lo from Fish First.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F3 网络研讨会的现场。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来自中国水产前沿杂志的罗丹。本期的主题是中国视角看鱼粉替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养殖生产国，同时也是鱼粉和鱼油的最大消费国。为了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建立更稳定的生产供应链，中国的饲料公司正在研究鱼粉和鱼油的替代品。对于替代原料供应商来说，中国市场潜力无穷。F3 未来水产饲料团队邀请了来自中国的龙头水产养殖生产商、饲料公司以及添加剂公司，讨论鱼粉和鱼油替代的最新研究进展。特邀嘉宾将会就最新的研究突破、挑战以及中国水产养殖中使用替代成分的前景进行相关讨论。本期受邀的嘉宾包括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路联合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乐达广州香味剂有限公司、广州新希望六合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马斯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上海原药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那和以往一样，在所有嘉宾分享完之后，我们依然会有互动问答的环节，欢迎全球的水产养殖业者啊，积极的向我们今天的嘉宾提问，那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嘉宾啊，给大家一一的解答。那今天第一位啊，我们的分享嘉宾是来自北京新路联合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道军先生。北京新路联合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呢，是一家专注于水产养殖行业、侧重生物技术领域产品研发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近千年的成果转化以及产品应用，历练出了 3A 饲料以及无忧体系驱动双轮，为合作企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动力，提升了合作企业的技术实力及核心竞争力。那李道军总经理呢，有上市公司10年的饲料品质管理经验、7年的水产饲料配方实操经验，致力于 3A 饲料无忧体系的落地推广。我们掌声有请李道军李总。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北京新路联合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的李德军。我们这个公司目前致力于推广 3A 饲料无忧体系，非常荣幸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分享我们目前做的一些工作。我们公司专注于水产养殖行业，基于对水产动物消化道微生物的研究，开发出三个系列十余种商品，以此协助饲料企业构建 3A 饲料无忧体系的驱动双轮，
提升饲料企业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我们的预混料系列在设计时考虑了肠道菌群的影响，结合实践生产配方，重排了需求，从而来开发的。而无忧添加剂系列是基于肠道微生物的深入研究开发出的促生长、促肠肝健康、免疫调节等的不同的饲料添加剂，而无忧伴侣系列是生产软颗粒饲料、调水料等发酵料的发酵菌种系列。我们工作的核心基础是经过了十几年的研究，发现，在高蛋白质量或肉食性的水产动物里，亚健康或者是患病的水产动物，它的肠道菌群结构是以变形菌门占主导，而健康状态的水产动物的肠道菌群特征是梭杆菌门占主导。在水产动物里很有意思，目前发现梭杆菌门它只有索氏菌杆菌一个属，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围绕提高水产动物肠道中的梭杆菌门，也就是提高索氏菌杆菌，抑制变形菌门来开展，以实现水产动物的高效健康养殖。那么落地到饲料产业上，我们从摄食、水产动物、排泄三个部分分别着手，针对性的协助饲料企业开发生产预消化饲料、功能性饲料、后消化饲料。因为这三个饲料的英文的首字母都是 A，所以我们简称为 3A 饲料。这里预消化饲料主要是基于对饲料菌群的研究，通过菌酶发酵处理常规的水产配合饲料，来实现提质增效。在这一块比较常见的有软颗粒饲料等等。而功能性饲料主要是在促生长、肠肝健康、抗应激、免疫调节等上面，针对养殖过程中不同的问题，由不同的产品添加来实现。后消化饲料也是发酵饲料。基于对环境菌群的研究，兼顾了调水、稳水。先介绍功能性饲料，对于饲料企业而言，促生长是最本质的需求。我们通过益生元添加，让梭杆菌门占优势，维持肠道菌群稳态，同时修复肠道屏障，转移肝脏脂肪到肌肉里来降肝脂。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最终实现促进健康生长、降低系数的目的。我们通过刺激杯状细胞的粘液分泌，提升黏膜上皮细胞的致密性，使肠道屏障完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对照组和实验组的肠道电镜的图片对比，实验组的肠道较对照组非常完整，这样肠道屏障完整，使肠腔处于一个厌氧的环境，从而抑制了有害菌的繁殖，利于我们有益菌的繁殖。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肠道里面的有害菌都是耗氧的，有益菌都是厌氧的。也就是说，修复肠道屏障和维持肠道菌群稳态是相互关系的。另外，目前饲料中的脂肪含量越来越高，养殖动物的肝脏中的脂肪的问题需要解决。而无忧功能饲料通过高 AMP 的添加，来将肝脏脂肪转移到肌肉里面来沉积。注意是转移肝脏脂肪，而不是消耗脂肪。大家可以看肝脏的切片，实验组的脂肪粒明显少于对照组。同时，我们还做了肝脏和肌肉中的脂肪含量的对比，实验组的肝脏脂肪含量低于对照组，肌肉脂肪含量高于对照组。这样，我们避免了通过消耗肝脏脂肪来降低肝脏脂肪，这样造成的一个生长缓慢和成本的二次浪费。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修复肠道屏障、高 AMP 转移肝脏脂肪到肌肉等等这一系列的复合手段，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非鱼上长达12周的养殖对比数据，提高了增重率9.1，系数降低了0.14，而实验组二则进行了2%的鱼粉的替代，增重和系数不受影响。通过促生长的手段来降低鱼粉添加。其他的功能饲料和本次的鱼粉替代关联不大，这次就不介绍。那么预消化饲料是通过发酵常规饲料来提质，同时以搭配投喂的形式来增效。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对比实验，在鲤鱼的常规饲料中添加了5%的鱼粉、10%的鸡肉粉和10%的猪肉粉，
预消化饲料的配方中不添加动物蛋白，这样提高植物蛋白含量来调频粗蛋白以后，我们的原料成本降低了454元。这个实验是在2019年做的，所以这个成本也是按照2019年底的价格来核算的。我们按照饲料和干料的比值0:10、3:7、5:5、7:3、10:0来投喂，持续投喂了2个月，最后30%的发酵料组增重率高出全干料的5.9%，系数低了0.17。搭配投喂预消化饲料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这一块来说，实际上做了常规饲料中30%饲料的无鱼粉和动物蛋白的替换，而效果有增效。而且我们后续也在持续开展实验，细化了搭配的比例。后消化饲料主要是动保饲料化，饲料厂利用自有的原料来生产这种发酵的湿粉料，来帮助养殖户降低动保的成本。核心的原理是提供碳源和益生菌，来把氮磷循环，同时钝化其他的排泄物。那么功能性饲料的生产实际上就是常规饲料的生产方式，这里不再多说。预消化和后消化饲料是发酵饲料，在生产出常规饲料的基础上，在与菌液混合后密封发酵生产。生产的关键要素主要是4个，一是营造厌氧环境。那么在实践操作中，对于饲料企业而言，最简单也最实际的方式就是通过呼吸袋来实现，在呼吸袋里发酵。第二个是水分含量。那么经过我们的测试，基本上密封时水分含量在28%以上即可发酵成功。但是由于实践生产中我们物料的水分会有波动，所以建议按照30%水分来设计。第三个是温度，控制在20到40度之间，能实现恒温的话就控制在36度，因为低温的时候它发酵不起来，高温的情况下这个益生菌死亡，同时我们的酶也失活。第四个是时间，在前三个参数满足的情况下，72小时以上就可以出货。当然发酵菌种要选择水产的土著益生菌，这个尤为重要，要避免陆生来源的菌种不能定植或者是不适应等等带来养殖上的风险。而在配置基础饲料时，对于配方中的原料也需要进行选择，例如像 DDGS 等就不要添加，因为添加进去有时候反而会抑制发酵。那么在预混料方面，因为经过发酵这一个工艺，所以预混料也需要进行调整，使用预消化专用预混料，更大程度的提升养殖效果。这个是预消化颗粒料的形式，先按照正常的流程生产出颗粒料，水和菌种混合成菌液，再将干颗粒和菌液混合，最后装在密封的呼吸袋中发酵。发酵过程对颗粒的稳定影响不大。这是虾颗粒料泡水24小时以后的情况对比，颗粒度这两个都比较完好。同时的话，我们也通过了这种那个水族箱的氧气泵，在烧杯中模拟了水流对颗粒的影响，24小时以后也都可以夹起来，没有问题。这个是预消化的膨化料，也是一样的工艺。这个是泡水90分钟后的状态，当然平常我们15分钟基本上就都已经吃完了。在功能性饲料中，通过维持肠道菌群稳态，修复肠道屏障，高温按批转移肝脏脂肪到肌肉里等等这一系列复合的手段，在罗非鱼中进行了 2% 的鱼粉替代，而生长不受影响。而在鲤鱼上使用无鱼粉的 30% 的预消化饲料和 70% 的含有 5% 鱼粉的功能性饲料搭配，那么它的效果好于单纯的 5% 鱼粉的功能性饲料。我们致力于通过产品为载体来承载先进的生物技术，来协助饲料企业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实现水产绿色健康养殖。好，我的汇报到这，欢迎大家交流指导，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李道君先生的精彩分享。那如果你有问题想向李道君先生请教的话呢，可以在互动区把问题提出来，那我们也会请李总在稍后的互动环节跟大家来一一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来自上海原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研发经理杨旭博士。上海原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8年，是上海市百强企业、上海市成长型企业50强，
主因、生物发酵原料、饲料大宗原料和配合饲料三大板块，在全国拥有6个生产基地，并与全球知名的粮油和农牧企业保持深度合作。2020年营业额达到158亿。杨旭博士呢是201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功能性微生物研发及产业化应用。那已经在微生物益生菌领域知名国际 SCI 期刊发表了多篇益生菌研究论文，拥有多项微生物益生菌发明专利，参与国家重点科技项目1项，上海市重点科技项目2项。我们掌声有请杨旭博士。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原药的我叫杨旭我主要负责高蛋白酵母培养物产品的开发。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高蛋白酵母培养物在水产中的一个饲料中的应用我主要分以下四个方面：一个鱼粉的一个使用现状，一个我们的一个酵母培养物的一个美味一个产品，以及我们这酵母培养物一美味在替代鱼粉在白对虾和大口黑鲈的一个应用情况。替代鱼粉势在必行，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在鱼粉在饲料中的使用呢是非常大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鱼粉消费国，然后年消费鱼粉在170到180万吨，我国消耗了世界30%的一个鱼粉的一个用量，其中在水产饲料中的鱼粉消耗量在我国是超过了50%。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鱼粉标准配方中的标准化体系呢没有建立，所以我们的鱼粉呢在使用中配方中使用是偏高的。另外就是我们的水产养殖的总量在每年10%的一个速度在上升，然而鱼粉的一个产量却基本保持不变。另外就是我们国产的鱼粉问题是比较多的，主要体现在质量上面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鱼粉会存在一些掺假的一个现象，另外我们的生产工艺和设备与国外存在一些差距，导致鱼粉的一些个脂肪含量高，然后导致它的一个酸败的一些问题，质量会比较差一点。另外就是我们的鱼粉呢，主要是依赖进口，我们我们水产饲料用的70%到80%的鱼粉，大部分都来自进口的。其中呢，这个超级珍稀鱼粉，它的价格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这些因素导致了我们这些个必须找到一个有效的替代鱼粉的一个优质蛋白原料。那么我们上海原药呢，在一个不断的开发的情况下面，我们在替代鱼粉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开发了一款55%蛋白的一个酵母培养物，益美味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它存在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我们酵母发酵产生一些诱食性的物质，风味物质，它的诱食效果是非常好的。另外从交货率来讲的话呢，我们酵母培养物里面培养之后产生了一些个小分子活性炭，对这个动物的一个消化吸收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另外从氨基酸平衡呢以及安全性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好的一个产品。我们这个酵母培养之后，对这个动物的机体的免疫肠道的一个改善以及这个我们在做饲料的时候一个粘弹性呢，都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最终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替代鱼粉以及大豆浓缩蛋白、啤酒酵母这些蛋白原料，最终呢是让养殖成本降低，效果保证。我们的产品特点呢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个是优质蛋白，这个优质蛋白里面的抗氧因子含量是非常低的，它的适口性也好，消化率也很高。另外就是它的一个含有大量的小分子蛋白质、氨基酸平衡，还有就是我们那个酵母细胞产生那个酵母细胞多糖以及生物活性肽的一些物质非常丰富。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放射性的物质以及大量的酵母核苷酸，所以我们的产品呈现这四大特点。我们的产品呢在替代鱼粉方面也做了对白对虾的一些上面的实验，这个是我们在白对虾上面做的一些个实验内容。我们采用首先是鱼粉组，就是我们是20%的一个鱼粉组，然后另外是5%的一个益美味替代鱼粉组，然后是10%的益美味替代鱼粉组，然后我们养殖的8周测定了一些一个生长指标、免疫指标以及肠道的一些一个指标。这是我们的一个替代鱼粉的一个饲料配方，我们用5%的一个替代，10%的一个替代，15%替代，
另外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脂肪就用鱼油进行一个调频，然后这是它的我们这个替代鱼粉之后啊，它那个白对虾的一个生长性能。从生长性能来看的话呢，我们用 5% 10% 的异美味替代鱼粉组呢，从增重率啊、饲料系数啊上面来鱼粉组是没有显著性的差异的，然后 15% 的异美味替代组会有一定的生产性能稍微有些降低。这个是一个全虾的一个组成，从水分、蛋白、灰分，这是没有显著性的一个差异。这个是从蛋白沉积率和脂肪沉积率来看的话，均无显著性的差异。这个是从肝脏消化酶来看的话呢，它是鱼粉组呢，替代组和鱼粉组没有存在一个显著性的一个差异。这个是从抗氧化指标来看的话，就是 SOD、MDA 这些含量来讲的话，我们 15%、10%、15% 这个替代的话，SOD 的活性呢是有所增加的。然后是如果是 5%、15% 的一个替代鱼粉组来的，这个 MDA 啊，就是苯二比二醛的这个含量是相对鱼粉组有显著降低的。这个是肝胰脏的一些其他一些指标，从AKP 啊、碱性磷酸酶啊、CAT 啊、POD 这些来看的话呢，我们 5% 10% 的一个替代是活性是要高于鱼粉组的。这个是血清的一些指标，然后 5% 10% 的异美味替代组 AKP 这些活性呢，鱼粉组没有显著性差异。然后 15% 的一个替代组呢，这个 AKP 和 POD 活性是低于鱼粉组的。从肠道切片来看，就是对照组，就是我们的鱼粉组 20% 的鱼粉组，它的一个肠道的一个绒毛结构，肠道绒毛啊，与 10% 的一个对照组来比的话呢，它的绒毛完整度较长。如果我们用 15% 的替代的话，对绒毛啊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在鱼粉饲料含量20% 的一个白对虾饲料中呢，我们异美味可以替代鱼粉用量的 40%， 也就是我们饲料鱼粉的水平呢可以降低到 12%， 而异美味的用量呢是在 10% 左右，对整个白对虾的生长、饲料利用啊以及机体的健康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是我们在对替代鱼粉在鲈鱼上面的一个实验，我们是 5%、10%、15% 的一个鱼粉替代，然后基础饲料的是 35% 的一个鱼粉用量，然后饲养那个大个黑鲈八周。这个是一个蛋白这个配方的水平以及营养水平，这是氨基酸的一个组成。这个是我们实验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生长指标，生长指标来看的话呢，存活率啊都是 100%。然后 5%、10% 的一个替代呢，与对照组相比呢，在增重率和饲料系数上面均没有一个显著性的一个差异。从肥满度和脏体比、肝体比来讲的话呢，我们的5%、15% 的一个异美味组呢，在肥满度上面有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是我们随着鱼粉替代水平的提高呢，脏体比和肝体比啊是有一定的稍微有一定的下降的。从蛋白效率来讲的话，10% 的一个替代组呢显著是低于对照组，然后15%替代组显著低于其他的各组的。从蛋白沉积率和脂肪沉积率来看的话呢，5%和10%的一个异美味替代组呢是没有与对照组是没有一个显著性的一个差异的。从消化率来看，不管是肝物质消化率和蛋白的消化率呢，在5%的异美味组与对照组来比的话是没有一个显著性的一个差异。血清指标来看的话呢，不管是总蛋白、白蛋白、球蛋白的含量呢，在不同的异美鱼粉替代组里面均没有一个显著性的差异。然后从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来看的话呢，谷丙转氨酶在10%的一个替代组里面达到了一个最大值，然后显著高于对照组。从其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抗氧化指标来看的话，是替代组是没有一个显著性的差异。有意思的是呢，随着鱼粉替代水平的提高，溶菌酶的活力呢是从上升的一个趋势。当替代水平达到15%的来看呢，溶菌酶活力相对对照组提高了15%，这也表现了我们这个异美味这个酵母培养物产品啊，它的一个就是酵母的发酵，然后导致的这些个鲈鱼啊对这个细菌的一个抵抗力的一个增强。这个是肠道切片一个基层厚度，然后当替代比例10%的一个时候呢，它的基层厚度达到了最大值，然后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个是它的绒毛高度，15%和10%的一个替代来看呢，绒毛高度呢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个是一个肠道切片，肠道切片来看的话呢，如果说5%、10% 的一个异美味替代组啊，是对这个肠道是没有影响的。
整个结论是在鱼粉含量为 35% 的一个大个黑鲈饲料中，我们可以用高蛋白酵母培养物一美味替代 10% 的一个鱼粉的用量，它不会对大个黑鲈的生长性能、饲料利用、肠道健康以及抗氧化能力以及非特异性免疫产生不利影响。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结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我们公司参观交流指导。让我们再次感谢杨旭博士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第三位分享嘉宾是来自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福邦水产业务杨凡技术总监。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86年，总部是在湖北宜昌，那于2000年在上海证交所上市。那经过多年的发展，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呢业务规模也是不断的扩大，酵母及深加工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烘焙与发酵面食、食品调味、酿造、人类营养健康、动物、植物、微生物营养等领域。那公司在中国的宜昌、广西柳州以及像埃及、俄罗斯等地都建有11个工厂，酵母类产品总产能超过27万吨，位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杨凡技术总监呢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水产营养与饲料学专业，从事酵母原生物饲料在水产领域产品研发与应用研究工作近10年，在酵母原生物饲料的关键生产工艺、核心技术指标及多品类水产动物上的综合应用方案取得了重要突破，在各类核心期刊和专业媒体上发表技术类文章10余篇，获得国家专利2项。让我们掌声有请杨凡技术总监。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的杨凡。然后我们现在主要从事的一个工作的话，就是基于酵母的活性营养物质在我们的水产领域的一些应用研发和推广工作。然后我今天主要介绍的内容的话呢，也是我们酵母活性物质在无鱼粉和低鱼粉饲料当中的一些应用方案。然后本次会议的内容的话是通过3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还先简单的了解一下鱼粉的基础营养数据。我相信大家对这块也是非常了解的，鱼粉从它的营养层面来说，不管是它的蛋白质还是它的氨基酸组成以及它的粗脂肪、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以及微量元素都是非常均衡，也是我们水产饲料当中使用最大的一类蛋白质的原料。但是呢，随着鱼粉资源的等等的这么一些问题呢，大家逐渐开始了对鱼粉进行一个替代或者减少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是基于上述的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对鱼粉的一个减少之后，我们发现对饲料品质的影响我们可以总结为5大方面。第一个呢，是直观的我们饲料的适口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其次呢，它的均衡的蛋白质和氨基酸都会有一定的缺失，然后进而就会导致我们饲料的消化率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呢，也对我们的鱼体的肠道健康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最后呢，我们所知道的是鱼粉里面有所谓的未知的生长因子，那么这些未知生长因子的缺失呢，也会对我们的鱼体的生长、对我们饲料的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呢，基于上述这5大点，减少鱼粉、无鱼粉饲料当中对饲料品质的影响之后，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怎么样通过一些角度和一些方法来改善或者缓解鱼粉减少之后所带来的这么一些影响和缺失。首先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多年的研究和基础的一些开发产品的开发，我们觉得因为鱼粉替代它本身是一类蛋白，它的实质上是一类蛋白质原料的替代。那么我们把它显性的分成了2个层面，第一个呢是显性替代，显性替代是基于数字层面的，那就是我们的营养性的一个替代，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的平衡、氨基酸的平衡以及我们脂肪等等这么一些微量元素的平衡，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因此呢，我们的第一步是需要选择无鱼粉饲料当中我们需要选择用什么样的蛋白原料来替代鱼粉或者减少鱼粉的使用。那么这边呢，我们相信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的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包括现在比较火的发酵类的一些原料、单细胞原料，不管是它的单一应用还是混合应用，那么这个我相信是鱼粉替代方案当中的第一步，我们需要选择一些合适的原料来直接进行一个营养性的替代。那么这是基于一个数字层面的。
我们除开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数字，蛋白质、氨基酸、脂肪这么一些可测的数字之后呢，我们更多的需要考虑我们如何来弥补鱼粉缺失之后的这么一些功能性。因此呢，我们会选择一些添加剂，我们会关注到它的适口性、肠道、机体免疫等等这么一些方面。同时呢，我们也会选择一些功能性的蛋白原料来作为一个基础，正如我们的酵母类的这么一些产品。但是在这地方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做鱼粉替代，也就是我们的饲料生产的这么一系列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需要结合到我们水产动物的它的一个生长周期、生长阶段，在各个阶段不同的一个生长需求。比如我们的幼鱼期、稚鱼期、成鱼期，那么在这么一系列的生长周期当中呢，它的需求点和关注点也会有所侧重。那么在这些以这些点为出发的时候，我们在选择一些功能性的叠加或者功能性的添加剂选择的时候，也会做一个定向的考量。那么我们把功能性的替代归结为以下四大方面。第一个呢，我们需要提高整体无鱼粉之后的饲料的一个适口性。因此呢，我们会添加一系列的诱食剂，或者消除钝化鱼粉替代物的这么一些蛋白当中的影响它适口性的抗氧因子。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我们关注肠道健康。比如我们会添加核酸、核苷酸这类物质，或者酶制剂、酸化剂、微生态制剂等等这么一些添加剂，来改善鱼体的一个肠道健康。第三一个呢，就是在无鱼粉饲料当中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到我们水产动物的一个肝胆健康。因为我们都知道肝胆是我们水产动物当中最核心的几大脏器。因此呢，我们会补充一些维生素，包括促进脂类消化代谢的一些物质，比如说甜菜碱、牛磺酸等等这些物质。同时呢，我们也会添加比如酵母烯、谷胱甘肽这么一系列的抗氧化物质。那么最后呢，在无鱼粉饲料当中，我们更多的还需要关注到我们机体自身的一个免疫性能。那么这一块呢，也是直接关注到我们水产动物存活率的这么一个方面。所以说呢，也会考量是否会添加一些免疫增强剂之类的物质。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从这个四个方面入手，我已经把有一些的一个点标红了，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这些标红的点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些标红的点就是代表着我们可以通过以酵母源为出发的一个点，朝这些方向我们都有一些特定的一些产品来在各个领域各个功能上面呢得到一定的强化。那么下面呢就进入我们第三个阶段，酵母活性物质在无鱼粉和低鱼粉饲料当中的一个应用了。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酵母活性物质。我们酵母活性物质简单的来说，我们把它归结为两大类。一类呢是来自于我们的酵母自身的，第二类呢是来自于酵母发酵工艺的。那么我们看这些物质，我们可以和前面的我们的需求结合起来，无论是我们的小肽类的，还是我们的核酸、核苷酸，还是我们的贝塔葡聚糖、甘多聚糖这一类的免疫多糖，然后源自于我们发酵工艺的，包含了谷胱甘肽、有机硒、虾青素以及酵母的胞外的一些代谢物。那么这些物质呢，就是组成了我们的酵母活性物质的一个主要成分。那么我们通过这些物质来出发，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物质恰如其分的应用到我们的无鱼粉饲料当中去？因此呢，也有一些实验的一些基础给大家展示。我们还是结合到前面所说的五大点，鱼粉缺失之后的五大点来做一个阐述。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酵母在水产当中的一些应用。首当其冲的呢是我们的单细胞蛋白原料，其中呢以我们的酵母水解物为主，然后呢是我们的微量元素，以我们的酵母烯为代表。第三个是我们的着色剂，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甘露寡糖和贝塔葡聚糖，第五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微生态制剂。那么这是基于这几大类，我们把它回归到我们的功能性上面来。第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的酵母活性物质可以提高无鱼粉之后的饲料的整体的一个适口性。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物质基础。我们对比了酵母水解物与鱼粉的一个成味效果的一个呈现，发现了酵母水解物在成味效果上面是与鱼粉相当的，甚至我们还在某一些方面是优于鱼粉的。那么这个呢是第一个它的物质基础。第二个呢，我们也类比了酵母水解物和乌贼内脏粉的它的一个成味氨基酸的一个含量占比，发现呢也是存在一个优势的。然后这是基于上述的一些物质基础，我们也做了一部分的研究，无论是与我们市面上常规的一些诱食剂的一个对比，还是我们在伊洛罗菲上面做了一个梯度性的一个实验研究的一个结果，发现呢酵母水解物是源自于体内的源自于酵母的这些活性物质，可以显著的提高我们水产动物的一个诱食性能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基于无鱼粉饲料中的第一大需求，我们如何改善无鱼粉之后的饲料适口性的一个功能点。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注到我们的一个肠道健康。那么肠道健康这个地方呢，第一个实验是 MOS， 也就是我们的甘露聚糖在豆粕型减少鱼粉添加豆粕之后产生的豆粕型肠炎的一个缓解。在这个实验当中，它采用了一个比较极端的豆粕大量替代鱼粉的这么一个实验，然后得到的结果是呢，肠道细胞会受到严重的一个损伤。那么在第三组，它添加了一部分的甘露聚糖，得到结果是添加 0.2% 的甘露聚糖呢，可以显著的减轻豆粕型肠炎的一个症状。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源自酵母活性物质当中的甘露聚糖在我们的无鱼粉饲料当中的一个应用效果，基于肠道的这么一个应用效果。第二个呢，是我们酵母活性物质当中的核苷酸，它可以显著的促进对虾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的一个发育，这个是我们核苷酸对于肠道细胞发育的一个功能。第三一个呢，是酵母水解物针对我们肠道健康的微生态菌群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改善，它可以显著的减少我们肠道内的有害微生菌的一个丰度，提高我们有益菌的一个丰度。那么这个呢，也是基于酵母活性物质的肠道应用的一个方面。那么基于上面的，无论是我们的诱食性也好，还是我们的肠道改善也好，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真正的无鱼粉饲料当中或者少鱼粉饲料当中的这么一个应用，做一个原料性的应用。因此呢，我们也在对虾和加州炉上面分别进行了一些饲料配方的一些实验。那么在这个实验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选择了酵母水解物来替代一部分的鱼粉，减少了鱼粉的用量之后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它的一些实验效果。添加 1% 的酵母水解物呢，可以显著提高对虾的一个生长性能，同时呢，提高我们的托尔通路的一个表达水平。而且这个地方显示的是 1% 的纯培养的酵母水解物，它的应用效果是优于啤酒酵母粉的。那么这个是对虾上面的一个应用。第二个实验是我们在加州炉上面使用了一个低鱼粉饲料低鱼粉的这么一个配方，添加了我们的酵母水解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验结果。在低鱼粉饲料当中添加了酵母水解物，首先第一个呢，它可以显著的提高我们加州炉的一个生长性能。第二个呢，在我们的免疫性能方面和抗氧化指标上面都有一个显著性的一个改善和提高。因此呢，我们再把今天的内容做一个总结的一个表格。我们看一下酵母活性物质在我们的无鱼粉或者说我们的低鱼粉饲料当中它究竟有一个怎样的应用思路。那么这是基于我们的无鱼粉和低鱼粉之后饲料当中的一些缺失或者功能性的一些缺失，我们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个强化和一个应用。首先第一个，无鱼粉之后当我们的适口性需要提升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会选择使用到核苷酸化的酵母水解物来定向的强化，尤其是在我们的苗种阶段特种水产动物的一个诱食，以及在我们一些某些特定的阶段需要强化诱食的时候，可以选择这么一个应用方案。第二个呢，是我们在上述的最基础的普通型的酵母水解物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全程使用，在我们的特种水产当中呢，作为我们的常规型的小原料应用到我们的无鱼粉饲料当中。第三一个呢，是定向的基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我们可以选择使用核苷酸化的酵母水解物 Bonilla Pro， 以及联合我们的酵母细胞 B， 在我们的苗期需要肠道健康发育的这么一个阶段强化使用，强化它的肠道的一个发育和保护肠道健康的一个损伤。第四一个呢，在我们的育苗期以及在我们的一个天气啦等等这么一些特殊时期，我们需要在无鱼粉饲料当中提升我们水产动物的存活率，那么就可以使用到我们的酵母细胞 B 这么一个产品。最后一个，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养殖饲料的养殖全期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抗氧化能力以及我们的抗应激能力这么一些阶段有一定的强化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到酵母硒联合到谷胱甘肽这么一类物质来做一个抗氧化能力的提升。那么以上的五个点呢，就是我们基于无鱼粉或者低鱼粉饲料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定向的需求的一些解决方案。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酵母水解酵母源的活性物质在我们无鱼粉和低鱼粉饲料当中的一些应用的一些思路，也欢迎大家与我们做更多的交流和探讨，谢谢。感谢杨凡技术总监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来自乐达广州香味记忆有限公司水产事业部经理范文涛先生。乐达是一家跨国企业，1949年成立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专门从事香料、香精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业务遍布94个国家和地区，设有5个设计中心和生产基地，
并以此为依托，倾力打造技术精湛和别具匠心的调味产品。乐达水产事业部推出的食鱼增强剂系列产品和方案，在降低海洋资源依赖度、减少动物内脏副产品等方案中不断累积，致力于向饲料厂提供高效、绿色、环保的综合技术方案，并将水产动物的摄食调控从口腔延伸到消化道。那让我们掌声欢迎范文涛经理。各位屏幕前的行业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西班牙乐达水产事业部的范文涛。今天非常荣幸应水产前沿的邀请，在直播间跟大家以这样的一个形式进行互动。首先呢，简单介绍一下乐达集团。乐达集团呢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跨国集团公司，成立于1949年，总部呢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主要经营食用香精、日用香精和饲料添加剂三个板块，有7家分公司、5家设计中心和生产基地，不到1000名的员工，产品呢覆盖了90多个国家地区，每年呢有3亿欧元左右的一个销售额。我们的目标呢是提高消费者的幸福感，愿景呢是成为一家放眼全球、注重创新的跨国集团公司。我们的使命是凭借卓越的客户体验，为客户量身定制高端的动物营养解决方案，以满足客户最高标准的要求，并通过富有激情、创造力和敬业精神的团队，为利益相关者创造可持续的价值。我们的本质呢是创新和信任，创新是我们的核心，信任是基于客户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我们要从最严苛的客户那里获得回报。中间这个呢，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还意味着我们坚持为客户、合伙人、供应商、股东和社会创造包容性的全球价值。接下来这个呢，是我们集团的各个板块的销售占比情况。饲料添加剂现在占比在34%。我们的饲料添加剂的板块呢，从适口性到动物福利我们一直致力于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确保适口性、效率和动物福利，以及饲料、饲料原料和预混料的保存技术。我们乐达公司一直以创新型的技术驱动力，重点关注动物营养领域，通过产品创新性、科学的可靠性和卓越的客户体验感来实现差异化，通过定制整体的解决方案、细分化的市场和客户以及动物品种，那么达成了适口性、生产效率和动物福利的全球性的业界典范。接下来呢，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降低海洋资源性原料这方面做出的一些探索和取得的部分进展。我们乐达公司呢，在近几年呢，对添加剂部门尤其是海洋性的资源的这个水产板块的研发，应该说倾斜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我们与国内外多家水产院校和大学都开展了深度的合作，像泰国农业大学广东农科院、中国农科院、中山大学、宁波大学等等我们在水产动物的这个鱼粉的替代方案，以及虾膏和这个鱿鱼膏这等海洋性动物源的这个替代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技术积累。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在常规的市场的商业配方中，可以达到用植物蛋白来替代最高10个点左右的鱼粉含量，而不至于影响鱼虾的生长速度和这个健康程度。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降低的3个点的这个鱿鱼膏和虾膏的这个含量，而不会影响饲料的诱食性和鱼虾的摄食量。那么我们在南白对虾呀、像生鱼啊、
加州鲈啊、海鲈啊、黄桑啊等等呢，很多的品种上，都进行了验证和重复啊，在技术上应该说是成熟可靠的。那么在肉食性鱼类和这个虾的饲料中呢，使用低鱼粉或者是无鱼粉的这种研究，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展，很多的这个饲料公司啊、添加剂公司啊，包括这个鱼混料公司都有相对比较成熟的方案。那么这不仅仅呢要求在技术上可行，还要做到在市场上和商业上可行。这其中呢有几点呢最为关键啊，第一呢就是要找到合适的这个蛋白源，那么这是要求有产地的便利性啊、产量的稳定性以及啊、营养的平衡性这三个方面。那么当然了，除了鱼粉啊，我们知道鱼粉是营养最为平衡的这个动物蛋白啊，所以呢第二点呢就是要平衡氨基酸和脂肪酸，那么包括这个牛磺酸、肌酸啊等等这个营养要素。第三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鱼粉的用量的减少和降低啊，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水产动物的诱食性的一个缺失，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第四点呢，就是这个肠道健康啊，那么在这里可能不仅仅是消化吸收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肠道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这个免疫力的提升啊和肠道的健康也是需要充分考虑的啊。那么我们乐达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啊，在这个围绕后两点啊，主要是围绕后两点来进行的。针对鱿鱼膏啊、乌贼膏等动物内脏类的这个产品呢，在水产的诱食方面呢，这个应用呢已经很多年了。现在看起来呢，副作用呢也是很突出啊，也相对的比较明显啊，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第一个呢就是环保，第二个呢就是食品安全啊。环保呢就不用说了，大家都非常清楚啊。那么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讲，现在市面上的市售的大部分的啊鱿鱼膏啊这种产品，它的重金属，尤其是镉含量啊，都是严重超标的啊，基本都大部分都在100以上。按照我们的饲料卫生标准啊，如果我们啊添加两个点啊以及以上的这个鱿鱼膏，基本上来讲就会要超标一倍左右啊。所以说，鱿鱼膏的使用，那么在风险上来讲还是很大的啊，所以需要谨慎、谨慎再谨慎。针对以上两点啊，我们乐达的水产食欲增强技术啊，有着非常好的这个功能性的提升啊，不管是针对这个鱼粉。带来的鱼粉的降低带来的适口性的下降，还是针对呢我们去掉鱿鱼膏而带来的诱食性的下降啊，都有很好的效果啊。另外呢，我们从这个水产动物的行为学上啊，也侧面印证了我们的技术对摄食啊，对我们的饲料的这个水产动物的摄食是有着非常强的一个调控能力。当然了，仅仅是提高诱食性，那还不是我们的目的，吃得多未必长得快。那我们不仅要提高它的摄食量啊，还要通过提高水产动物的消化吸收啊以及生长速度啊，反过来啊再去正向的影响动物的采食量。众多的实验结果表明，乐达的水产食欲增强技术可以显著的提高消化酶的活性啊，提高增重率，降低饵料系数。吃得多长得快还不够啊，如果水产动物不健康或者是处于亚健康，那么吃得越多可能负担就越重啊，死亡也有可能会越多。所以呢，乐达板块呢，我们这个水产呢是更加关注肠道的健康。动物学的实验结果显示啊，使用我们乐达的这个食欲增强系列产品的这个实验组跟对照组呢相比，肠道更加饱满啊，褶皱更高，肠道健康度也更好啊，真正做到了在降低海洋性啊资源的这个依赖的这个方案中呢，能够让鱼虾吃得多长得快还健康啊。那么最后总结一下，乐达独创的这个水产动物食欲增强技术是结合水产动物的采食行为，利用这个味觉受体基因啊细胞报告表达这个系统，同时开启了香味啊和鲜味两种诱食途径啊，通过提高消化能力和肠道健康水平，那么最终来提升水产动物的生长速度，改善动物福利。那么我们的目标和一直以来啊我们致力于做的事情，就是降低海洋
资源依赖程度，将水产动物的设施调控从口腔延伸到肠道。这是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内容，谢谢。感谢范文涛经理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来自青岛马斯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磊博士。那青岛马斯特技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呢，是成立于2002年，是中国酶制剂和微生态行业龙头企业蔚蓝生物旗下聚焦水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中科院海洋所、水科院黄海所等众多科研机构长期保持着长期紧密的科研合作，专注于水产营养、饲料和养殖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水产饲料和养殖行业提供高品质的价值解决方案。那技术总监王磊博士呢，是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主要从事水产动物营养与生物饲料研究，近年来开发了全价软颗粒发酵饲料技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水产饲料品类，解决了从实验室到生产工厂到终端应用等一系列问题，成功实现了该种饲料的产业化生产。那我们掌声欢迎王磊博士。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各位同仁，大家好！感谢会务组提供的机会啊，与大家一起探讨维生素后添加技术和后发酵技术在鱼粉替代中的潜力。我是王磊，来自于青岛马斯特公司。青岛马斯特公司呢，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隶属于蔚蓝生物集团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聚焦水产业务，专注于水产动物营养、饲料和养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公司近年来开发了一系列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比如用于后添加的液体维生素、饲料发酵剂和天然的诱食剂酶解虾膏等等。公司还通过了 ISO 9001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山东省首批的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那么今天研讨会的主题呢，是鱼粉替代。我们先来梳理一下鱼粉替代过程当中的一般性的问题，我把它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营养性的问题，通常来说，替代品的蛋白质含量会比鱼粉低，同样呢，替代品的氨基酸的平衡性和消化率也通常不如鱼粉，同时还缺乏所谓的未知的生长因子。第二个问题呢，是应激性的问题，植物来源的替代物通常都含有各种各样的抗氧因子，而其他来源的替代物也经常会造成肠道的损伤、消化酶活性的降低，还有免疫干扰免疫系统干扰等等一系列问题。第三个问题是适口性的问题，鱼粉替代物由于风味上比不上真正的鱼粉，所以替代之后呢，很容易造成摄食率降低的情况。因此呢，一个成功的鱼粉替代方案我认为应该着眼于解决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然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替代物能同时解决以上三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关注鱼粉替代的人来说我认为应该将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分解，逐一突破，最终通过技术集成来形成替代鱼粉的综合方案。目前对我们企业来说呢，我们主要关注两个方面。在营养性的问题上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已知的生长因子其中公认的已知的生长因子公认的代表就是维生素。中国的有句俗话叫做灯下黑我们大家一直在追求鱼粉里面所谓的未知的生长因子，然而却忽略了已知的生长因子维生素的重要作用。鉴于水产饲料加工工艺的特殊性我们呼吁行业重新认识维生素。在应激问题上呢，我们关注的是另一个点是益生菌和酶制剂的应用。事实上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酶制剂都已经在人和陆生动物上表现出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在水产饲料中直接添加益生菌和酶制剂往往表达效果都非常模糊甚至完全不起作用。这是由于在水产饲料加工过程当中的温度压力都非常高，对加入其中的益生菌和酶制剂进行了灭活，因而呢需要找到一种高效率的无损失的应用益生菌和酶制剂的方式。维生素是公认的已知的生长因子，它不同于脂肪、糖类还有蛋白质它在食物当中的含量极少，
但对正常的生理功能却至关重要。一般动物体内不能合成啊，或者合成量不足，不能满足生理需要。如果缺乏或者不足，将引起严重的缺失综合症。然而在实际的生产过程当中，却有非常多的因素影响到了维生素的使用效果。比如在配合饲料的加工过程当中，高温高压还有高剪切力造成了维生素的大量损失，而测定维生素需要量的实验环境和饲料加工的参数又有严重的差异，造成了数据失真。现代高密度的养殖模式、高强度的投饵、水质环境恶化、有害细菌过度增殖等等，都给水产动物造成了强烈的应激，这事实上增加了水产动物对维生素的需求量。 ADEK 等脂溶性的维生素，它们的吸收转运是同脂肪一起进行的，饲料当中脂肪含量过低会影响到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同时呢，对同一种维生素来讲，它有不同的有效形式，这不同的有效形式之间的生物效价差异是非常大的，因此寻求一种全新的啊无损添加维生素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此开发了维生素的后添加技术啊。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维生素的后添加技术啊，就是将脂溶性的维生素还有水溶性的维生素通过纳米乳技术形成一种半透明的低粘度的热力学的稳定体系。维生素纳米乳啊，可以与油啊，也可以与水以任意的比例互溶，通过专用的设备啊，定量的添加在油乳当中，从而借助啊本身已经在生产线上存在的真空喷涂的设备，实现维生素的定量均匀添加。为此，我们还开发了专用的设备。那视频当中显示的啊，就是我们的维生素纳米乳，可以以任意比例与水啊还有油啊进行互溶。那维生素后添加技术的优势非常明显啊，后添加技术绕过了高温过程，实现了无损添加。纳米乳颗粒的粒径啊非常小，一般介于1到100纳米之间。由于其粒径小，可以提高封装元件的生物利用度。纳米乳当中的脂溶性维生素啊 ADEK 可以直接的溶在水中，提高了脂溶性维生素的利用率，无需担心维生素纳米乳的稳定性啊，我们已经做到了媲美常规粉末多维玉混料一样的稳定性，同样也无需担心饲料霉变的问题。我们关注的第二个方面是益生菌和酶制剂在水产饲料中的应用。我们首先开发了水产饲料专用的微生态产品酵粒宝，它是由筛选自水产动物肠道的益生菌、协同酶、微生物生长因子和缓冲剂四大部分组成，有显著的降解抗氧因子、促进肠道发育、增加消化酶活力和提升免疫力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对高温的不耐受性啊，所以我们开发了全新的后发酵的应用模式。我们为此还开发了专用的设备。后发酵技术的工作原理可以概括为：将配合饲料作为底物啊，通过专用的设备接种益生菌和酶制剂，放入恒温房啊进行厌氧发酵。那么经过后发酵技术处理的饲料啊，我们称之为软颗粒的全价发酵饲料。后发酵技术啊也有着明显的技术优势，它绕过了高温过程啊，保留了活性的益生菌和酶制剂，发酵处理提高了饲料消化率，降低了抗氧因子啊，获得了复杂的益生菌代谢产物。同时吃得多浪费少，营养全价。那十分钟的时间讲解两项技术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最后我用一张 PPT 概括今天的报告内容。那几十年的饲料工业啊发展和衍生出了啊大量的产品，从配合饲料到添加剂育混料，从颗粒饲料到膨化饵料到胃囊饲料，从包膜技术到缓释技术。我认为形形色色的产品其实主要在解决两大问题，一个叫做精准营养啊，一个叫做高效递送。所谓精准营养，就是研究不同动物对不同营养素的啊最适的需求。所谓高效递送，就是将前面的精准营养啊高效的无损的递送到动物体内啊。所以维生素后添加技术和后发酵技术啊解决的都是高效递送的问题。维生素后添加技术的本质在于高效的递送维生素，而后发酵技术的本质在于高效的递送益生菌和酶制剂。两项技术的使用可以显著地提高鱼粉的替代水平。今天的时间有限啊，时间非常有限，无法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实验数据。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一起交流。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感谢王磊技术总监的精彩分享。那今天最后一个分享嘉宾是来自新希望六合股份有限公司特种料技术负责人刘聪博士。新希望六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公司立足于农牧食品产业，注重稳健发展，业务涉及饲料、养殖、肉制品及金融投资等。公司业务遍及中国，并在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斯里兰卡、新加坡、埃及等国家建成或再建50余家分子公司。那新希望六合股份有限公司呢，也是中国第一、全球第二大饲料企业，年产饲料2300万吨，是中国第三大水产饲料生产商，年产水产饲料130万吨。今天分享嘉宾刘聪博士呢，也是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动物营养水产动物营养专业，那曾担任通威育混料技术总监、四川省水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兼成都通威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通威股份原总厂厂长。我们掌声欢迎刘聪博士。各位线上的同行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希望六合的刘聪。那么今天的话，我为大家带来的话鱼粉替代的一个线上分享。那么我的分享的题目是超越饲料本身来看鱼粉替代。因为的话这个鱼粉替代的话，我的这个题目的话突破了以往的那个一般性的就饲料来看，所以的话可能是比较浅，也同时的话可能在学术上不那么严谨，也请大家的话多批评指正啊。那么我的分享的内容的话大概有三方面内容，包括到传统营养饲料研究及配方，以及水产饲料中鱼粉替代，以及超越饲料来看鱼粉的替代。那么的话，传统营养饲料研究及配方主要的话，我们认为的话就是水产料上是鱼粉豆粕型。那么的话，实际上的话，我们的传统的水产营养的研究的话，那么选定的最重要的维度是要求最快生长。那么实际上的话，这跟我们长久以来的就是学校、高校和研究所的这种研究实验条件的话是有点矛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话，高校研究所的研究一般的话是很小的水体，比如说水族箱，后来的话才扩展到小网箱。那么的话还有的话就是所谓的大样本，就是一般来说的话，鱼的尾数虾的尾数在30尾以上，大家现在的话都已经非常清楚，在生产时间中的话，这30尾的话它驯化以及它摄食的强度、摄食的集群的情况实际上是比较差的。所以的话这种情况下的话，本来它选定的最重要维度的话是最快生长，所以两相结合的时候的话是有比较大的矛盾的。所以我们研究出来的话我认为的话，这个最后形成的高鱼粉的标准配方的话是存在一定跟我们的商业配方的话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异，只能作为参考。所以的话这也是造成了我们传统的鲤鱼料的配方甚至的话鱼粉可以用量高达20%以上。那么第二块的内容的话，水产饲料中鱼粉替代的话，实际上的话我不想说的更多，因为的话这块的话线上有很多的专家，也有很多大咖的话研究了这块，我就不细说。但是的话我这边的话专门又把这个脂肪节约蛋白的话这一块的话提出来作为鱼粉替代的一部分。因为的话这十几年的话，中国的水产饲料中的脂肪的话用量提得很高，同时的话这是应该说是一个行业的一个很大的进步。然后的话这一块的话对鱼粉的替代的话，或者是饲料的节约以及的话饲料系数的下降的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的话是跟叶元土叶老师也是叶老师的话功不可没。那么第三块的话，那么我就说到我们超越饲料怎么来看鱼粉替代。那么第一块的话，我认为的话是养殖品种。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的话水产养殖
那么3000多万吨的鱼类的养殖，实际上我们用的鱼粉是很少的，而且的话，这些鱼粉的话，如果在商业上的话，那么除了就是我要把它做成高等料鱼苗料，但实际上的话，真正的话，如果要把这一块纯商业的这块的这块为了它提高生长，然后的话或者是提高档次，那么要降下来的话，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所以的话，在我们的中国的养殖鱼类中，我们把它划成草食性鱼类、杂食性鱼类、肉食性鱼类。然后你看我的 PPT 里面，上面蓝色的实际上是我们中国的话养殖鱼类占主体的部分。那么下面的话，比如说纯肉食性鱼类、海水鱼类、冷水鱼类，以及需要较强诱食的鱼类，以及虾类，这些的话，现在我们认为的话，还离不开或者不怎么能离得开的话，就鱼粉的这个量的话，实际上是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可能只有300多万吨啊。那么所以的话，实际上在我的理解，从经验性可能不是学术上特别严谨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那么实际上非常严格意义上的话，鱼粉鱼油不能替代的话，主要是海水鱼和冷水鱼，这应该算是最难，然后的话最高档次的。那么的话，它需要高不饱和酸的 DHA 和 EPA。那么的话，现在的话有技术，就是用藻油来替代，但是藻油的价格、规模化的生产程度、技术的成熟程度，实际上，那么主要是价格，现在的话在商业上的话应用起来的话难度就比较大，太贵了。那么但是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是占很小的一部分。那么像上升到的话稍微轻松一点的，那么就是其他的话纯肉食性鱼类的话替代的时候要注意的其他的问题啊。那么比如说像鳜鱼、加州鲈这些的话，我们知道它鱼粉鱼油替代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疾病啊，或者是类似疾病的亚症状。所以的话这一块呢但是我觉得以现在的技术，可能探索个几年应该的话问题不是太大。然后的话我觉得再下来更简单一点的问题，实际上的话是鱼虾和挑食的鱼类。这一块呢从鱼的能养成不能养成上的话问题不是太大，但是的话它会长得慢，周期长，从养殖效率上来说的话不划算所以的话，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看到的话，虾和这些鱼类的话，特别是虾上用了相当比例的鱼粉。还是回到刚才这张片子，就是在中国的话，实际上绝大部分的鱼类的养殖的话是可以不需要鱼粉的，这是我的观点。那么第二块的话就是遗传育种。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分成两个地方来说。那么的话第一个的话是杂交和不同品种对鱼粉需求的极大差异。那么我们看到的话很明显的例子，比如说鳜鱼以及鲭鱼、南方大口鲢以及白鱼，这些的话有些的话以前是不能养殖，不能用饲料或者是要用非常高档的很多鱼粉的饲料。那么经过杂交过后的话，那么的话它就可能变得能够吃饲料，能够当年养成成鱼能够的话把饲料中的鱼粉降得很低比如说像南方大口鲢，它杂交过后吃饲料，就以前的话不能吃硼化饲料，可能现在的话就能吃硼化饲料，然后鱼粉也可以用得很低。那白鱼比如说先锋白，我们说的杂交的就是用翘嘴红白和黑尾近红白杂交的，那么的话它饲料档次降得很低，可以做到不要鱼粉。那么这是杂交的这方面。那么我觉得话第二个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注意到的问题，就是选育次代渐进的这种选育，不知不觉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鲤鱼，刚才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鲤鱼的话传统鲤鱼料饲料配方的话鱼粉达到20%，那90年代的鲤鱼可能就得需要这个。那么每年的话我们的饲料档次，我们的鱼粉用量，我们各种配方技术然后的话慢慢把我们的现在的话鲤鱼料或者杂食性鱼类的鱼粉的话降到很低，甚至可以
鲮鱼粉的配方，可能的话有时候会浪费，因为为了饲料档次要高一些，但是的话现在的话我们鲮鱼粉的鲤鱼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是可以把商品鱼差不多速度的生长速度的来把它养成的。那么包括加州卤，我们知道的话，我们现在国内的话主要是两个品系的加州卤，一个是优卤，一个是台卤。台卤的话在台湾的话一开始的话就开始的话进行的话饲料来驯化，然后来养，所以的话台卤的体型，台卤对饲料的耐受性对饲料的习惯程度，那么就明显的话比优卤要好一些这也是我觉得的话也是几十年选育的一个结果。然后假如说我们的饲料中假如那个鱼是一年一代或者两年一代，那么的话那么我们饲料每年的话假如一个20%鱼粉的一个饲料每年降低0.5%或者0.3%，最终呢这条鱼会不会在几十年后驯化成接近于没有鱼粉的，我觉得这是有可能，而且我认为的话就算是达不到那个程度然后大幅度的降低的话实际上也有可能，所以遗传育种渐进的这种选育，那么我觉得的话也会在鱼粉替代中的话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三个的话是消费市场，消费市场的话那么就是我觉得话要是主要还是消费者和整个的话消费的习惯，那么市场需要什么样的鱼才能够被满足，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养殖的水产品种拉出来一看，实际上的话鱼粉的消耗大户百万吨级的这种鱼粉的消耗大户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虾虾好像这块的话是不怎么好替代的，那么的话第二个的话是三文鱼，那么三文鱼的话这是纯肉食性鱼，但是如果的话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和欧美的消费习惯，如果中国是维持传统的四大家鱼的这种鲤鱼鲤科鱼类有刺鱼的鱼类的消费习惯，然后再加上一些鱼丸鱼膏来解决这个刺的问题的话，说老实话以现有的技术或是以我掌握的技术，我觉得话就是可以完全不用鱼粉的就可以把这2000来万吨或者是不到2000万吨的这些鱼的话来养出来，可以完全不用鱼粉。那么第二个的话是欧美，欧美的话那么我们知道的话它主要的习惯的话使用的习惯包括的话这种三文鱼美国的干点叉耳回还有的话罗非，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就要提出来杂食性的无刺鱼类可不可以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因为杂食性的无刺鱼类的话现在我们是也可以做得到低鱼粉很低的鱼粉或者是零鱼粉的，那么像三文鱼那么我不知道就是中国的话来说的话应该是现在的话基本上没什么烟熏的三文鱼使用，因为消费习惯的问题我们一般都是吃刺身，进口的大量的三文鱼是吃刺身，烟熏的三文鱼那么在中国市场的话连10%的这个市场比例都不到，但是到国外去除了日本这些或者东南亚国家这种刺身的，欧美国家的话一般来说三文鱼的话主要其实的话不是生吃不是吃刺身而是吃烟熏的反而是占大头，那么烟熏的罗非鱼是不是可以去替代烟熏的三文鱼，我觉得话这也是一个消费市场引导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话消费市场在鱼粉替代上实际上也可以，如果要很快的发生会作用的话这块的话实际上也可以做得到的。那么以上的话就是我的超越鱼粉的话来超越饲料来看鱼粉替代这样的一个分享，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那欢迎大家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进入到互动的环节，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欢迎把问题发到我们的互动区，我们会请今天的六位嘉宾来一一的跟大家交流沟通分享他们的智慧因为我们时间比较有限哈，只有半个钟头的时间，所以请您务必抓紧时间然后抓住这个机会。那这边呢我也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要先跟我们今天的六位嘉宾来一一交流。那第一个问题我想都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参会的六位
嘉宾哈。第一个问题就是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哈，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您认为哪些肉食性品种的无鱼饲料是可以实现商业化的？预计需要多少年？谢谢。那首先的话，我想先请我们杨凡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回答一下？杨凡老师。喂，你好，主持人。杨老师，您可以把视频开一下。我的视频是吧？好的，好的，对对对，稍等。打开了吗？打开了，不过镜头要稍微，可以了，可以了。是这样的，您刚那个提问的话，事实上前面我们刘博士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了。如果说针对我们常规的我们国内水产用的使用的那些草食性或者杂食性的，是可以现在这个技术阶段是可以做到低鱼粉甚至无鱼粉的，但是我是觉得我们的肉食性的一些鱼类，现在不管是我们的加州鲈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鲑鱼啊今天的品种也好，还是处于一个高速上升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在我们的养殖端，本身就我们国内的养殖现状而言，它处于一个上升期，但是整体的养殖模式来自于我们的养殖的标准还没有达到一个共同，或者说养殖水平还没有到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规格。如果说真的把考虑在肉食性鱼类上面的一个无鱼粉或者少鱼粉方案的话，是需要，我认为是需要从很多的方面一起努力的，无论是我们现阶段正在做的行业整合的一个工作，乃至于我们对品系的研究，对于我们基因层面的研究，它是一个共同开发的一个阶段。我们说如果是仅仅局限于饲料配方的这种体系，营养体系的话，事实上做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真正回归到我们的养殖端，要保障我们的养殖效益，或者说要保证我们整个养行业的良性发展的话，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任重而道远吧。刚刚刘博士提了一个那个思路嘛，20个蛋白的话，每年你能减少 0.5%， 那么这么大概一算的话，那也是30-40年的一个工作了，我相信10-20年肯定还是需要的吧。好吧，好的，谢谢。您的答案是10-20年是吗？对对对，谢谢。好的，谢谢你。那下面我们想请青岛马斯特的青岛马斯特的是今天应该是魏总过来跟我们做互动是吗？是的是的，大家好。因为魏总你好，因为王博士他刚好有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所以非常抱歉他没能够过来跟大家一起交流，那他的交流活动呢我来参与，谢谢大家。也非常欢迎您哈，能够抽出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跟我们全球的水产从业人员来一起来分享您的智慧。那刚刚这个问题啊，我希望您能稍微简单一点的精炼一点的来给我们回答，因为确实互动的时间有限，然后大家问题也比较多哈，就是那就是肉食性的这个鱼类肉食性品种的无鱼饲料可以实现商业化的话，您预计需要多少年？刚刚我们杨老师给的时间是20年左右，您呢？好的，我就三句话，够简单。第一个，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就说随着咱们的技术的进步和积累，这种可能性就是我们慢慢减少慢慢减少鱼粉中的这个饲料中的鱼粉，这是完全可能的。第二个，至于到底多长时间，在哪些品种里边率先实现我没有办法给一个相对明确的回答，谢谢。好的，谢谢魏总。那下一位我想请原药的杨博士，杨博士，原药的杨博士，也请您你好，等一下。对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做了一些个实验，比如说我们在加州做一些实验，然后我们认为这个，因为我们替代的话，我们是达到15%的一个替代，就是高端的植物蛋白来讲的话，替代的话15%的一个替代的话，它这个效果比鱼粉是要差的，还是有差距的。那关于这个未来这个鱼粉呢，我个人认为啊，它是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未来3-5年，我觉得可以
这个用量可以大幅度一个减少，但是全面实现这个无鱼粉的一个饲料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时间上面呢也不好去预测的。对，连个大概的时间也你也没有办法给到我们。对对对对，好的，没关系，我们看看下一位嘉宾会不会胆子大一点，能够给我们一个他的一个答案。那李道君，李总。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哎，李总，你好，您有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哦，不是，不能说确切，对，您预计的一个时间点。预计的话，我感觉应该是应该要从它的这个产量来做推测。比如说像加州鲈目前还是比较火爆，然后很多研究机构也在做这一方面的工作。我感觉就是现在微生物技术啊等等这一些育种，我觉得应该我预测个十年吧。十年，哎呀，您这么乐观，啊，我觉得十年。对。嗯，啊，好的，谢谢李总。我们乐达这一边，我不知道是范文涛范经理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还是李栋李老师来回答呢？啊，是范老师，范经理是吗？那范经理，能听到吗？可以的，可以的。对对，因为其实刚才新兴绿合的这个刘总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一个相对我觉得比较基础的解释，就是说可能四大家鱼，那么它的这个量是最大的，这个面是最广的啊。但是我想，如果从鱼粉的节约量上来讲，可能空间更大的还是肉食性鱼类。那么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李总讲的可能是我觉得加州鲈这条鱼最有可能先实现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讲鱼粉的降低，可能是比较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那如果至于说全行业和进行这个鱼粉完全没有或者是做到一个非常低的程度，我觉得至少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十年以上，好的，谢谢你。那刘聪刘总能听到吗？可以的，可以的。啊，刚刚那个问题，您听到了吗？我准备了。那个，我觉得的话，就是说从技术上来说的话，大部分的品种，我觉得5到10年的时间，可能的话基本上都能解决。但是少数特定品种有可能会遇到那个技术上的卡壳的这种情况，或者的话有可能特定的极少数的品种可能会持续很多年。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但是虽然说大部分品种的话5到10年从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的话商业化的话它肯定要慢一些，所以的话我认为产业上实现的话我大概估计的话是10到20年。同时的话我觉得就是考虑到就是这种，因为我们说所谓的F3 就是无鱼粉无鱼油完全没有的话实际上的话这只是的话就是一个理想状态，实际上我们的话还有一些鱼货物啊鱼类加工的下脚料啊这些的话可以使用，以及的话再考虑到话有某些技术的突破点上的技术突破，我认为的话很可能实现的话是在15到20年之间啊，大概我这是我的答案，谢谢。啊，谢谢刘博士。啊，好像我们几位嘉宾其实时间说起来都差不多了哈，反正20年之内这个事情应该是都能实现的。啊，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那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我们真的直播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你有问题呢请抓紧跟我们留言提问，那我们会请我们的嘉宾来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一些观点智慧。那最好是您把问题提出来，最好是指明是哪一位我们嘉宾来解答哈。那也请我们的嘉宾尽量的简洁一点的回答我们的问题，只抛干货和观点。好，那下面我就会分别来给各位老师来提问哈，根据各位嘉宾的提问的这个内容。那第一位我想请问的是李道君李总啊，有位国外的观众给您提了个问题，他问就是您的哪一种功能性饲料的需求量最大，通常您的功能性饲料会使用哪些替代原料？李总，目前的话是就是我们保障那个肝肠健康促生长的这个功能性饲料需求量是最大的。替代原料的话目前在就是指鱼粉替代的话，我们目前使用的比较多的是鸡肉粉猪肉粉还有菌体蛋白，是这样。主持人。好的，谢谢李总。那下一个问题哈，
有些人认为替代原料价格可能更贵，但在您的案例中，通过替代鲤鱼饲料中的动物蛋白可以降低成本。有在其他品种中发现类似的情况吗？因为我们这一个做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发酵饲料的一个方案，然后用发酵饲料，然后替代了我们颗粒饲料，就是搭配使用，这样来实现了我们动物蛋白的一个替代。然后我们在目前在回鱼、在罗非鱼还有南美白对虾里面，基本上都在做都有这样的案例，是这样。其实咱们国内其实还是做的比较多的，品种方面还是做的蛮多的。对对对，对。好的，下一个问题的话，还是问您，请问您认为采用您的功能性饲料方法可以实现无鱼粉、无鱼油的饲料吗？就是其实刚才几位嘉宾都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目前在我们国内的一些杂食性的品种里面，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即使是实现的话，实际上我们陆生来源的这种动物蛋白的添加它还是必须的，是这样。然后在这种纯肉食性的目前还是比较难一点。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李总。那下面一个问题是国外观众提给杨旭博士的。杨博士，那你好。国外观众给您提的问题呢，是目前的益美味的产能是多少，然后贵公司对未来的产能有何预测？我们益美味现在这个市场认可度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不管在那个水产上面，其实我们在猪料上面，我们的市场接受度是非常高的。它主要是它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它的一个诱食，还有它的一个肠道免疫，还有就是它消耗率是很高的。所以呢，我们对这方面目前的产能呢是在年产在50,000吨左右。然后未来2到3年，随着这个高档原料的这个这个大量使用鱼粉的一个大幅度替代，比如说刚才有个嘉宾也提到，就是我们这个杂食性的鱼类的话，它实现。我估计啊，在未来2到3到5年可实现一个全无粉的无鱼粉的一个饲料的一个替代，就无鱼粉的一个饲料。在未来2到3年吧，我们的产能预计在市场的需求的一个增加，我们的产能是在10到15万吨左右。对，益美味这个产品，对。好的，谢谢。谢谢您。那下一位是国外观众提问给，也是我们杨凡老师。安琪酵母的杨凡老师，那他的问题是，使用酵母水解物作为诱食剂，是否对子幼鱼阶段最为有效？其他阶段的情况是怎么样？您能否也介绍一下？好的，这个地方说到我们的酵母水解物在诱食方面的一个提升的话，主要是基于酵母水解物内部的多种的诱食物质的一个复合功能。比如说一些成味的氨基酸，然后成味的核苷酸等多种物质的复合。而且我们经过研究也发现了，事实上这种成味的物质对于幼鱼阶段，尤其是对我们的幼龄阶段，暂时还没有整体的体系还没有发育完全的时候，它对我们尤其对我们核苷酸这类的物质需求量是更大的，而且它的使用的效果也是更加显著的。所以说在幼鱼阶段它的使用效果会更加好于成体阶段，就这样。好的，谢谢您。那下一个问题的话，我们是请乐达的李栋博士。李博士你好。你好。李栋博士。李栋博士你好。李栋博士也先给我们全球的观众先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因为您是第一次出现。你好你好，很高兴这个十点前能给我机会参加这次会议。我是乐达的水产板块技术服务经理啊，今天跟大家讨论这个降低鱼粉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乐达的产品，其实我看很多观众在提问啊，说我们的产品的这个替代鱼粉，其实我们并不是说替代鱼粉，我们是帮助替代鱼粉方案中来增加这个产品的这个诱食性和这个提高鱼粉替代后的一个饲料效率啊。然后我也很愿意跟大家交流啊，就我们的产品做一些交流。好的，谢谢。那国外观众有问到您这边一个问题啊，就是能否谈一下贵公司产品的营养成分？哦，
这个是这样，这个我们的产品呢并不是一个营养性的产品，它是一个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功能性的功能性适口性改善增强剂。它的功能，它主要的就是说刚才范经理也介绍过了，就是说从我们通过这个摄食基因的一个这个味觉受体的一个激活啊，通过这个肠道味觉受体的激活来增加它的摄食量。它的功能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就是说我们本身是一个香味剂公司，我们可以很好的弥补这个鱼粉替代以后这个鱼粉和鱿鱼这种海洋性物质这个香味的这个缺失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替在植物性蛋白啊，或者说其他陆生动物蛋白替代鱼粉以后引起的这个消化率的一个下降啊，这个饲料效率的一个下降，我们的产品加入以后呢，它可以对这个效率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就是我们在黄桑鱼、生鱼还有很多品种上做的实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啊，就说这是我们的功能性啊，就说它更多的是一个功能性的产品。嗯，明白。那下一个问题的话，也是这个问题是国内的观众来问的哈，他想了解一下贵公司产品的价格如何，那替代鱼粉后有没有性价比？刚刚您说的是功能性哈，不是替代鱼粉。对对对，这个性价比肯定是有的，就是说我们做鱼粉替代所有的方案都会计算这个配方成本，就是加入我们产品以后，每个配方都会要实现大幅度下降。我们自己算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替代用鸡肉粉啊，替代五个点的鱼粉，节约的成本啊，可能就是3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的产品的添加成本，就比如我说的是umami类产品啊，就说可以提高效率类的这一类产品，它的成本大约在应该是在200块钱以内。所以说我们的我们如果替代五个点鱼粉的方案，还可以给客户节约100多块钱的一个配方空间。而且这个方案是比较可靠的啊，因为我们自己在做一些科研验证的话，这个替代比例都在10个点的鱼粉啊，那个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嗯，好的好的，谢谢李博士。那下面下一个问题的话是请马斯特的魏总来回答一下。魏总您好。你好。这个问题呢是国外的观众提问的，他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在哪些水产养殖品种中测试过咱们的产品。您还没有开您的摄像头吗，魏总？哎，我看得见啊。啊，可以了可以了，可能我这里有点延迟。啊，好的。我们的这个产品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这个液体多维，那么在液体多维目前在生产上还没有测试过因为我们这个它的生产许可证是最近刚刚拿到，所以原来还没有在生产上卖过。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测试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加州鲈，我们就是典型的肉食性鱼类、杂食性鱼类，我们在鲫鱼和草食性鱼类、草鱼里边，我们都做过这个超过4个月的室内养殖实验。而且我们的这个实验的话，从这个每一个单元养殖单元里边的这个动物的数量，以及这个每一个处理里边的这个重复数，我们就是足够多。那么在通过这些的实验，我们确认它在里面的这个效果是充分表达很明显的。那么这是液体多维这样一个产品。另外就是在发酵这一块，发酵的话，我们无论从实验的研究还是从产业的应用这一块都做的很多。那现在在中国这个发酵的饲料，就是全价软颗粒饲料的话用的最多的是在南美百对虾上面，那其次在这个中华绒螯蟹上面也用的非常多，再有一些就是在这个草鱼、斑点叉尾回、牛蛙像这些上也有少量的在应用，但是将来的应用肯定是越来越多，还有包括这个黄桑鱼哈，就是这些品种。谢谢。好的，谢谢您魏总。那下一个想邀请到的是新希望六合的刘聪博士来解答一下国外观众的一个提问。刘博士您在吗？啊，我在的。好的。那国外观众提了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的话是，对于肉食性鱼类和通常需要消耗大量鱼粉的鱼类，需要哪些技术进步和研究才能有效的替代鱼粉？然后目前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什么？
需要哪些技术进步？我觉得现在的话对这块的研究挺多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解决方案吧，包括的话诱食性、适口性，以及的话氨基酸的平衡，以及的话抗营养因子这些所有的。但是的话从现在的鱼粉替代技术来说的话，刚才漏了一个，包括的话那些冷水性啊，或者是海水的那个 EPA 和 DHA这样的话，那么的话从现在的情况来说的话，没有一个单一的产品或者单一的一个技术的话可以解决鱼粉替代过后出现的所有的问题。主要的挑战我觉得是从技术上来说和商业上，我觉得的话要分开说这个挑战。技术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主要的挑战的话，一个是适口性和诱食性，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要，就是说牵涉到生长这一块的第二个的话，可能我们要攻宽的，如果藻油这块它成本降不下来的话，那么的话主要是 EPA 和 DHA，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要攻宽的骨头硬骨头。那么产业上的挑战，实际上从和技术上的话有所差异，我觉得主要还是商业化。商业化的意思就是说它成本是不是能做到足够低，比起鱼粉的话有优势。鱼粉替代一定是替代过后的话它的成本如果在现有的这种商业饲料的这种市场上来说，它一定是比现有的鱼粉的性价比要高，它才能够做鱼粉替代，或者的话至少要持平，否则的话现有市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的话现在呢，如果是从具体的环节的话，我觉得现有的替代技术它如何要实现的话，规模化、产业化和工业化可能是一个挑战，但这需要时间我没有其他的。好的，谢谢刘博士。那下面的问题哈，就是我想几位嘉宾，如果您能回答的话，我希望大家都能积极的来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该邀请哪一位嘉宾来回答。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国内的嘉宾来提问的，他就是谈到今年的鱼粉市场比较混乱，请问如何辨别鱼粉的优劣不知道这个问题那几位嘉宾能够给我们分享一下。刘博士，您能分享一下吗？我也不好意思，我正准备回去。那个鱼粉的优劣这块的话，是一个长期积累和首先的话，首先的话，你这个体系要对那个鱼粉的话有一定的很大的用量，而且的话有一定的规模，然后的话有多个来源的鱼粉，然后的话长期的积累的一个结果。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有点宽泛，一时间就说他是我们比如说的话，首先的话比如说新希望六合它会有一套检测鱼粉的标准，然后不仅是国家的指标，还有内控的指标，然后的话它还会包括感官，包括我们比如说现在的话如果感官过不了，这个鱼粉是绝对不收的，因为的话可能人的那个比检测的仪器比那些化验的指标的话更灵敏或者是有时候更可信。所以的话那么而且的话鱼粉的用鱼粉的时候的话，比如说用在我们的普水鱼和特水鱼，或者是高端的特水鱼，比如说某些特定品种，比如说甲鱼这样的对诱食性要求新鲜度要求非常高的，那么的话它的标准的话又是不一样的新希望的话比如说我们做在普水上的，它鱼粉的这种使用的质量的话就肯定是比特水要平均的质量的话要可能要就放宽一些，那么的话那么像甲鱼这些的话它对鱼粉的质量的话要更高的标准。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这个问题有点宽泛，可能谈一天都不一定能谈得完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其实李道君李总应该很适合来回答。李总行目前的话就是我们今年实际上也做了几个我也看了那个直播间的那个问题，其实有两个事情我们是一直在做。第一个是我们今年做了一个就是核酸检测，那么我们也检测了全国各地非常多的鱼粉尤其是那个进口超级蒸汽的也发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目前在我们的
进口鱼粉里面，然后就是它应该是以沙丁鱼体育为主，然后在里面有罗非啊、巴沙或者鸡、猪、鸭等等这些鹿。除了那个加工的鱼，就是水产品的加工副产物，还有我们的陆生动物的加工副产物。那么这一块详细的这个检测，就是怎么去协助饲料企业来做，我们会在那个青岛的高值会议的时候，我们会向大家展示，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参观了解。好的，谢谢。就是我们是通过对基因检测，对，我也顺便提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年的10月10号到11号，我们在青岛的第4届中国水产高值饲料发展论坛呢，到时候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周世刚研究员会专门就怎么去做原料检测，对吧？做一个专门的主题报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时候参会了解来了解我们周老师这个重磅一个研究的分享。那关于鱼粉的问题我发现还蛮多的。那下一个问题的话是国外的观众提问的，那目前鱼粉替代主要的限制瓶颈是氨基酸、脂肪酸或是未知成长因子，那各位认为未知成长因子主要需要克服的点有哪一些这个的话我想先请马斯特的魏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好的，那我在刚才关于那个鱼粉的那个问题，我再跟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哈，就是蔚蓝生物这个下面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渊源有志实验室，它是由咱们这个行业里边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品控的专家郭继元郭老师，他来牵头做的这个实验室。那么他这个实验室呢，就是叫渊源有志实验室，他对于这个行业的鱼粉，他检测方法还有方方面面的这个品质的把控，包括人员的培训这一块，他都那么都可以做很多工作。如果说大家需要，那可以会后了后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联系到他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牵线搭桥没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一个集团内部的，这个我们也希望这个蔚蓝生物在这儿能给大家做一些贡献。这是关于上面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未知生长因子，那我们现在就是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像这个类氨基酸呐、类维生素啊这一类的，这个我们现在已知的像这个比如说肉碱，比如说这个硫磺酸，像这些东西原来没发觉，我们认为它是未知的，但现在已经发觉了，它的确这个有一些很好的这个促长啊或者其他的方面的一些效果。所以呢我相信就是说以后就是这一类的吧，比如说生物碱啊，这个维生素啊或者其他的东西正因为未知，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说它具体是哪一种东西但是肯定是这一类的这些小东西，我们会逐步的认识到它的作用。谢谢。好，谢谢魏总。那乐达的李博士，你有不同有其他的一些分享吗？关于这个问题，未知成长因子。对，这个我记得以前那个报告的时候，那个麦院士也说过啊，他说以前可能了解的比较少，就是大家说把一类物质归类为这个未知生长因子啊，但现在这个经过多年的研究啊，比如说像刚才魏总讲的牛磺酸啊，或者是一些核苷酸啊，或者是一些小肽类的物质啊，一些水解的小肽类物质啊，其实这些都包括一些微量矿物质元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营养平衡的一个范畴啊，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营养的微平衡啊，可以去尽量的就是模仿啊，对这个养的动物造成这个它的健康啊，或者是它的生长效率有影响的一些营养来给它进行平衡啊。当然我们乐达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其实限制鱼粉替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是说它的一个风味物质，因为我们做一个产品还是要客户来接受这个产品啊，比如说它要有一个鱼粉的味道啊，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会不会说这个鱼粉味道就是给人去感受的，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去喝一些饮料啊，去吃一些甜点啊，就是这个有味道的同时啊，它也是促进这个消化和吸收，其实也它有一些
功能性的成分在里面啊。包括我们的有一个客户啊，他就是做那个发酵类产品的，他做发酵类产品，他本身产品做得很好啊，但是他提了一个产品，说这个发酵类产品我是加了很多中药的，但是它没有中药的味道啊，就是这个后来他其实我们可以给他定制啊，做出这个中药的味道啊，就是这个就是名副其实啊，就来让我们的产品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价值啊，这也是我们一个鱼粉替代的一个限制因素吧，就是我提到的一点啊，就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一个瓶颈问题啊。啊，那这一点的话是不是咱们乐达刚好特别的契合？对，因为这个确实是因为我讲这个的目的就是说，现在营养的研究非常多啊，就是而且说营养微平衡的技术也非常发达，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各类产品来给它实现这个营养的平衡，但是它的诱食性和风味物质这一块啊，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点。刚才讲到了一个就是说鱼粉的一个品质问题，鱼粉的一个品质问题，我觉得刘博士啊还有魏教授总结的也非常好。其实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它一个是从它营养的角度，它是鱼粉，你它的蛋白是有固定的一个氨基酸组成啊，它的这个鱼油，比如说提鱼油，它有它固定的一个脂肪酸组成，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检测来判断一个鱼粉的一个真伪啊，包括结合一些镜检啊，这个就是大家的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我觉得啊。但是鱼粉替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涉及到我们乐达的一个产品啊，就是说大家刚才讲的就是用肉粉去替代鱼粉，就是肉粉替代鱼粉的话，它就涉及到一个饱和动物油脂来替代鱼油的问题，这个是很难去平衡的啊，因为我们这个饲料加工的过程呢，它的油脂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的，你替代以后你再去外加鱼油当然可以，但有时候工艺限制你没法去外加鱼油啊，这时候它的效率也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产品叫乐达的一个spicy 啊，它可以提高这个饱和油脂的一个利用率啊，这个跟鱼粉替代刚才的问题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帮助吧，因为现在鱼粉的品质不是特别好嘛，有一些肉粉啊掺在里面啊，可能对它这个营养价值的一个提高会有一些帮助啊。好的好的，谢谢李博。那下面一个问题啊，想请教一下我们原药的杨博士。杨旭博士，你好。那这一位这个问题的话呢，是国内的一位观众提问的，他就是想问一下发酵料中的小肽起什么作用，那功能小肽可以替代鱼粉吗？其实我们在鱼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生物活性物质，就是说小肽类物质。当然鱼粉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些畜禽里面那个相比较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功能性的特性性氨基酸，比如说牛磺酸或者是一些含硫的一些氨基酸，比如说氨基乙磺酸这种特性性氨基酸。对于小肽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在水产动物或者是一个我们畜禽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小肽类的物质呢，对动物养的消化吸收啊是有帮助的。所以你小肽的物质，比如说二肽或三肽这种小分子物质蛋白质的话，主要的是一个它可以直接通过肠道进行一个吸收，对这个动物的一个吸收啊营养利用率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是功能性小肽的一个特点。他问就是这个机理清不清楚呢，就是替代鱼粉的话这个机理清不清楚？它主要还是一个消化吸收利用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改善，对，就是消化促进肠道的一个消化吸收，对。好的，谢谢杨博士。那下面一个问题啊，也不知道您也了不了解啊，因为他问的是关于中国多宝鱼养殖这一块啊，你们是否使用低鱼粉含量的替代饲料啊？因为我们多鱼粉多宝鱼这一块我们相对做的比较少一点，这一块我们接下来也打算往这方面去进行一个实验。然后我们现在目前主要是在这个高蛋白酵母培养物啊丽美味这个产品主要是用在那个我们做的多的是甲鱼料，然后那个虾料、白对虾，然后鲈鱼料、然后黑鱼料，这方面做的是有些实验数据或者是一个养殖的一个认可。但是在这个你说这个多宝鱼这一块暂时还没有相关的一个实验的一个支持，对。好的。那个我们安琪的也是杨老师杨凡技术总监吗？您这边呢？您说的是哪个问题？就是
就是不知道咱们这一块对于多宝鱼这块有没有一些研究？我们跟在中国海大有研究过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他在大林坪上面就是用，他做了一个比较极端的实验，用了替代到50%的鱼粉用豆粕替代鱼粉，然后他就考察了一个鱼替代之后的一个症状，就显著的发现多宝大林坪的肠道的那个结构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损伤，然后后来就是通过添加了我们的 MOS 甘露寡糖这类产品的话呢，发现可以显著的改善缓解，就是因为这个豆粕大量添加之后所引起的肠道损伤。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鱼粉替代方面的一个环节吧，对于肠道的结构的保护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用酵母水解物这类东西，前面你也说到了小肽类物质，实际上酵母水解物它的小肽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可以高达占蛋白质的比例的话可以占到70%以上，对于我们整个消化吸收都是一个很好的改善，谢谢。嗯，好的，谢谢杨总。那你这么快就关掉了，我还想继续问你一个问题。您说。就是这位朋友，国内的这位朋友啊，他问就是您有没有关注过小球藻在水产方面的养殖应用的前景？小球藻我们有过一些了解，它是因为那个现阶段在我们国内的话，它的工业化还是比较低的，作为那微藻类的微藻蛋白，也是事实上也是属于我们那个单细胞蛋白其中一环。现在对大家对它的研究比较多，而且因为它里面的含量上相对是比较丰富的，但是这个产品这类物质吧，工业化程度比较低，所以它的使用成本真正如果在替鱼粉方面，我们先说可行性是一方面，但是真正要市场化商业化还是必须要考虑到我们整体配方的一个成本的压力，暂时对这块还是有限吧，对它的推动，谢谢。好的，谢谢您。那魏总，马斯特的魏总，您好。哎，您好。这边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哈，就是第一个是这位朋友他问发酵料的核心原理技术替代的原理是什么？我觉得咱们这边做的最多的可以来解答一下。发酵料的讲核心原理啊，就是我们利用首先是利用这个菌，就是叫有益微生物吧，然后还有加上酶，菌酶协同，它的作用就是按照它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饲料里边一些，首先会把饲料里边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蛋白一部分的蛋白，然后变成这个小肽，有的甚至是这个单的氨基酸，那么是从这个消化这个角度来讲，它会这个应该叫预消化吧，或者预处理，这是一种预消化技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会降低里边的一些这个营养因子，抗营养因子哈，这个它是也是通过这种微生物的作用来的。然后呢，第三个，因为它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它通过这样一种，不管是这个主要是微生物吧，它发酵了以后，它产生一些这个有益的一些代谢物质。那么这一块的它是起了很大作用。刚才还说一个什么，我没记太清楚。替代原理哈。嗯。它还是总的来说替代的话，它还是通过这个降低抗营养因子和这个增加一些功能性的物质，来使咱们这个饲料中鱼粉能够适当的减少。总的来说是这样的。嗯。好的，谢谢魏总。那魏总您先不要关视频。那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很快要到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了。那我想在我们结束互动之前，请我们所有的在场的线上的互动的分享的嘉宾哈，都最后说一句，给我们全球的水产的朋友们最后来总结说一句话好不好？好的。全球各地的水产界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咱们水产也经历了这个，尤其
中国水产也经历了这个很多很多事情，也取得了有很多进步。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多到这个多交流，多有机会到青岛来。我们正好在十月份有一个这个青岛世界华人鱼虾营养会议，到时候我在青岛等着你们。谢谢大家，祝你们工作愉快，发大财，谢谢。谢谢魏总。那我们邀请原药的杨旭博士，杨博士。哎，你好，你好，各位线上全球的朋友，然后大家好，我的就是跟希望嘛，大家在一起多交流，对这个鱼粉呢、鱼粉替代，就鱼粉替代这方面的工作呢，进行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探讨或者研究。然后呢，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在我们来上海原药或者是来我们的一个车间或者工厂进行参观交流，然后我们这个把我们的产品呢做到更加的一个优秀。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青岛十月份有一个水产那个高职技术交流，希望大家呢有空在线上或者是到现场进行一个互动或者交流。好，谢谢大家。好，谢谢。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我们这一次青岛的高职会议是没有线上直播的，希望大家都能到线下来一起来交流。下面邀请乐达的李栋李博士。大家好啊，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议，也跟大家嘉宾们学到很多东西啊。我希望大家多关注乐达啊，然后也给我们一起交流合作的机会啊，向大家学习，把我们的水产饲料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准啊，越来越安全。好，谢谢大家。啊，谢谢李博士。乐达的范文涛范经理，你也给我们全球的水产同仁们都。最后来说几句好不好？谢谢大家的关注。希望我们这个 F3 的这个会议越办越好，也希望我们这个水产前沿越做越棒。更希望我们乐达能够在无鱼粉和低鱼粉以及这个绿色高效和安全的水产养殖业上做出一些贡献。那么希望大家线下有能力的话，我尽量都来青岛我们的这个鲲鹏论坛以及我们的世华会，我们青岛见。好的，谢谢。李总，李道君，李总。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然后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进行交流，然后呢，也非常期待在青岛的这个高职会议和世华会议，能跟大家在线下再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好，期待我们在青岛见。刘聪，刘博士，您在吗？然后谢谢水产前沿，谢谢罗丹，谢谢那个 F3 团队。然后的话，我觉得的话就是，可能鱼粉替代的话，应该说是还是有很多的技术的点要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来突破。但是的话，我觉得是前景在望的。我们希望的话，能够在我的退休之年或者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全鱼粉替代。在基本上在所有鱼类上的成功，谢谢。好，谢谢刘聪博士。那今天我们这个线上的分享会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在此，我要感谢我们的嘉宾所做的精彩的分享，以及我们全球超过四万观众的参与和讨论。那也要感谢 F3 团队能够给我以及我们团队这样一次机会，来把中国的水产的一个现状带给全球的水产从业人员。谢谢 F3 团队，你们辛苦了。那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F3 团队下一期关于水产饲料投资者的网络研讨会。那时间的话呢，是北京时间国内的是十月十四日的下午1点。那主题是水产饲料投资者资助水产品的未来。那在我们本次研讨会结束之前，请大家再花几分钟的时间看一下我们下期的预告，谢谢。